含的精神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精神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从一名演员成为一名歌手，虽然我心中非常非常的希望有一天能够站在舞台上成为一名导演。到今年已经是23年了。很多人说你们小时候听着我的音乐长大的，这个时候你能说对吗？谢谢你们这一路的陪伴，因为有你们我才能够懂得什么是音乐的魅力，什么是我存在的意义。谢谢你们丰富我的人生，接着下来我还会不断的突破自己，不断的努力，直到我真的不能的那一刻。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有退休的那一天，我在想如果我退休的那一天，你们是否还记得让我说一下嘛，你们是否还会记得有一名歌手唱过隐形的翅膀。遗失的美好，有的人说过去哪里好，记不记得我的名都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张韶涵是一种精神。张韶涵的精神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精神，你们的不放弃，你们的勇往直前，你们的谦卑以及不妥协，我们是共同的。我们在这片土地，我希望我在每一次的演唱会里面都能够把这种精神带给所有的朋友。谢谢你们。